香港長大嘅，所以我記得好細個嗰陣時候聽香港音樂，都唔係好細個，可能七八歲嗰陣時候，媽咪第一次帶我去聽啦。咁即係我喺26歲企喺地個台上面，第一次去知道你嗰陣時候，係即係喺感情上都有啲哇！挑戰嚟講，其實每一個年輕指揮都會有即係好相同嘅挑戰㗎啦。你點樣去企一班好有經驗啦嘅樂手面前，去得到佢哋嘅信任同埋尊重？呢個係即係唔係一下子可以做得到嘅嘢咯。另外的挑戰就是，即係對新的樂曲，有時真的未知過玩的時候咧，係第一次企上去是會有啲瑕疵啦，即係會有做得唔係特別好的一面。咁一方面我哋企上去嗰陣時候，我哋係要充滿信心，但係另一方面，我哋仍然要記得，其實我哋仲有很多嘢學。咁所以樂手對我哋有咩要求嗰陣時候，或者有咩提議嗰陣時候，我哋真係要係好樂意去接受咯。但有時係好難嘅，因為你企上去嗰、那個嗰時候，你係有個威嚴，你唔想俾人打到嗰個威嚴。但係如果人哋話Maestro 唔應該咁做嘅喎，應該係點樣嗰陣時候，你嗰個反應亦都會俾嗰個樂團去即係睇到你其實是一個咩人咯。當然我媽咪真係對我好深嘅，因為我喺細個嗰陣時候又唔係話特別發現，但係我諗我對佢哋嚟講最煩嗰樣嘢咧，就係我不停去問問題。有時佢哋話你應該咁樣做嗰陣時候，我都會去問點解啊？點解啊？咁我知道其實做家長嘅個小朋友問點樣嘅時候，你可以有兩個方向啦。即一條路就話，因為我話係咁樣咯，你聽話。但係我媽咪爹哋就選擇咗真係同一個用理性同我去討論，即係從我好細好細個嗰陣時候已經開始咁樣。咁所以佢哋係即係唔係淨係音樂上面，但係即係喺做人上面，佢哋都教咗我。是怎樣去成為一個在思考上面是比較細緻和比較有怎麼說呢，即是我到今天我都會很即盡我的能力去將每一件事情去看它那兩面。